那个彦君，你今天要，你今天够了吧？你是要以绯闻打败汉典，对不对？你要搬出蓝心湄下午上厕所。我们竭诚欢迎你占据这个位置。我过一阵子带我女朋友来上节目好了，漂亮。好，讲好了。对啊。可我不知道我会带谁啊。好啊，我们欢迎心湄姐啊。哎，你讲。你要早点讲，如果心湄姐可以单独做一集。对啊。那个汉典，接下来鸭子要挑战你的模仿。哎，鸭子你会模仿？你除了模仿马 Q， 还会模仿别人？没有啦，其实还蛮，他有那个啊，陈信宇，陈信宇超强的，多角色的，比如说，所以你今天会用模仿的方法唱歌，是不是？对 ，OK， 我们欢迎鸭子哦。乌龟演出。我在这边唱歌，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小 S 姐姐太寂寞了，会想我。我要来取代汉典的位置，这样 S 姐姐就可以跟我聊很多姐妹的事啊。哈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我继续把歌唱完喽。上街哟，伊无唱着望春风，迄就是我的故乡。不好意思啦，喝一杯啊，康永哥。谢谢。哎呀，升级版的。像，因为他如果在 KTV 这样，我真的会被他骗过去。因为很像，而且他那个不好意思。对对对。可是马 Q 唱歌的音准怎么样？就是跟他差不多啊，一切都是差不多啊。所以你是有跟他一起唱 KTV？ 因为马 Q 没有讲过台语，就是他不会说台语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如果他来说台语会怎么样？可是你有跟他一起唱 KTV 对不对？那你有观察他怎么唱歌吗？其实他唱歌还蛮好听的，他唱日文歌。所以你也是模仿唱歌吗？是新角色吗？不是，但是有稍微连起来，稍微做一个小小连结。模仿秀是不是？对，模仿秀也蛮有趣的。可以，加油，加油！一开始是没有音乐的，已经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玖哲，为大家带来大眼睛。嘿嘿嘿嘿，巴拉巴巴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嘿嘿嘿嘿，巴拉巴巴，啦啦啦啦啦啦。我可以不知道。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，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，不管你心里是否有个我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你快活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喇叭，我是说喇叭很大颗，咚哒咚哒，很大颗的喇叭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没有一样帮他。你会不会中风？我怎么样？我不会中风。我只能说你很有种。我很有种，不能虚掉。很有种，可是很烂。很烂。但是我觉得很好玩，很过瘾，你懂吗？谢谢你。你说你个人很过瘾。我很过瘾，你看吗？他模仿马 Q 是从说话到唱歌，他都一致的完成了，而且他很轻松。可是你很奇怪哎，你为什么会模仿李玖哲跟黄立成讲话，可是没办法模仿他们唱歌？不是，因为
你们说他讲话，他模仿马奎欧很轻松，对，马奎欧本来就很轻松啊。那蔡老大哥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可是黄立，我也会一个很紧张的啊。你会？这个我也不轻松好不好？这个他很，你这样有办法唱歌吗？当然有，要点歌我随便都可以唱。哪一首？随便，随便。就我的形象，我不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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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醉，但你没动静。爆血管，差不多快要爆了。怎么办啊？鸭子比较是很厉害耶，因为他真的很完整呢。你会有时候跑掉一下。我刚才模仿是黄立成，其实我抓到他的精髓啊。我和你吻别再无人，对不对？唱歌是这样的，这是黄立成哦，大哥是不是很不像？其实有像，完全没有。你要不要先不要是跟歌唱有关的挑战？不然连两个怕你吃不消。我先好了，真的吗？我先好了，你可以吗？哎，好啊，我先好了。你还有力气吗？有，可以啊，来，加油！我是，哎呦，加油！我应该是圈内里面唯一一个跟男性没交往的人。电锯，讲话赶快 ending， 赶快讲完，不能有缝隙啊！